大家好，今天浩克一家人来到浩克文创园区，这边看起来充满古意，路边也蛮多童玩可以玩的，很有趣的，高手是吧？这个农会市集的商品还蛮齐全的，蛮好逛的，尤其是鸡蛋，最近台北蛋荒啊，蛋一定要买啊！现在发现原来蛋场的地址就在杨梅，难怪在隔壁，所以这对鱼比较好买嘛。浩克市集也有一些文创商品，这里也有点心可以吃，然后用餐环境蛮舒服的，吃团圆饭喽！大家围起来哦。二楼这边有一个神农厅，不但可以认识药草，然后还有小游戏，还蛮寓教于乐的。你们看过这种药草？